韩国贸易协会和韩国产业园区工团于本月10日签署了加强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出口力量的业务协议。本项协议主要是为了能使以进出口支援服务为强项的韩国贸易协会和支援产业园区入驻企业生产活动的韩国产业园区工团能够一起进行出口支援项目而准备的。今后，两所机构将共同进行海外营销支援、专业贸易人才培训和制定型现场咨询等15个合作项目。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安贤浩表示，若4万多家产业园区的入驻企业能够成长为出口企业，韩国整体出口将有望大幅增加。对此，他抱有很大的期待。